有没有去过海边？有吗？有。哇，你们都举手说有，对不对？还带小放下来。那去海边呢，我们可以吹吹海风，或者呢来看一下海边的海景，非常的美。那各位知道吗？其实啊，在我们海科馆的旁边呢，有一个叫长潭里。那长潭里呢，有一个渔港呢，它做了潮间带，那里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时候问大家，有人有去过吗？还是你们就是住在这个长潭里呀、啊？是吗？哦，好像是，就在我们家隔壁。那手放下来，其实在这个地方呢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因为无论呢是住在海科馆附近的居民，好、或者是外县市的好朋友啊，他们都会特别的来一趟。那当然，如果呢你还没有来过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今天在这个戏剧发表里面呢，讲的就是潮间带的大探索，所以呢可以从书籍里面先做了解，然后接着呢就可以亲自莅临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要非常感谢是指导单位呢，是教育部，来让我们有机会呢做成一本书籍，让各位先做了解。当然，各位如果知道了以后，你想要购买，就可以来到海科馆的商店来做购买，或者是现在响应环保，有这个电子书，可以在海科馆的官网上呢找到这个行动学堂，一样可以来购买哦。好，当然在我们今天呢、大家迫不及待想看到这个新书，大家是不是很想看到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电影现场，大家有看到刚刚的绿蜥龟也好，或者是寄居蟹，大家想把它带回家可是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们要让它呢，在它原本所住的地方，在这个大自然里面。所以不能带回家没有关系，但是今天主持人 Taco 姐姐带来一位好朋友，他是一位呢杂耍气球师。它可以把你们想要的寄居蟹也好，或者刚前面说海龟啊、章鱼啊、海星啊，统统都把它变出来。这一位呢，我们的杂耍气球是叫做小飞哦。如